会太快吗？会太慢吗？对，可以了，你们看一下。好，这首歌，好，这首歌名叫《德里夏娃》。对，就是我们团名。好，《德里夏娃》是什么意思？德里是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是印度的首都新德里。好，德里。然后夏娃的意思就是女人，代表女人，所以印度的女人。很奇怪，为什么用这个歌？所以这首歌是在说，一个现象。印度的这个女性这个女权比较弱，常常在路上随便就被啊抓住了，就是知道就是强奸案，印度强奸案的现象，就是太猖狂，所以这首歌有点反映这个现象，所以希望大家比较沉重的一首歌。老师，我的木吉他可以大声一点吗？这首歌，谢谢。我的是 DI3。书本是怀着黑纱，遮掩他内心的酒吧，眼眸里藏着害怕，害怕身体里压冷见他，爱情我爱上他上次攻马，他也很殴打他内心间苦杀，身体要对象是火花，灵魂去地是天堂，名字被叫做是没有压他，有没有受到惩罚，你放开他，手下他带你呢，德里的夏娃，你放开他，不要碰他，停止手下德里的夏娃，他情愿为你失败，这也不能成为悲剧的吗？出门时带着黑纱，遮掩他内心的筹码，眼眸里藏着爱吧，爱被身体被压得挣扎，爱情我爱上他上次攻吧，每天都殴打他被心间轰杀，是体要不想说话，你不去地是天堂，每次被嘲笑是遗忘感，爱中被受了惩罚，你放开他，不要摸他，停止受伤特别的伤，
好，谢谢。好，这次就这样子。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德里夏娃。如果对你们喜欢音乐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深夜唱片来播出专辑，看一下，拜托拜托。谢谢各位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我们有机会再见。